哦，就搭咱的兔子路本来25米宽，吼、哦，啊搭做一个单车道，吼、哦，这个单车道做了了，因为吼、哦、单车道伊才跨宽15公分，啊，所以讲真侪骑车马来到这个十字路口，吼、哦，因为那种上下凹凸嘛，所以真少人要骑去，因为这脊椎会断掉、会伤掉，啊，所以讲大家拢会骑这个快速道路，骑车马人拢会下来。啊，所以讲，但最后的建设任由在这里荒废，无人骑。第一点，这是单车道的路；第二点，带着面顶的居民啦，吼，多少几下带着面顶的居民，伊若要起来吼，第一点有15公分的这个吼单车道的宽度无方便，而且单车道第一点起来的时就是违法，包括这真侪做学生的这些学生，中台的科技大学的学生，伊若这边出去就是违规啊，吼，因为穿越吼这个单车道，啊，而且只要若发生车祸，拢总是伊唔对，吼，穿越。好、哦，在单车道发生啊肇事，拢都是学生不错，那、啊、所以他们在这里啊吼，拢、哦、是长期受到这种的啊困扰，啊而且你看这车停啊呢，哦这本来就是无停车位啊，啊但整个单车道变拢会红线，啊造成啊落一个会停一下车红线就马上叫人开罚罚单，所以讲不是附近的居民再三的陈情，我是议会嘛不断来咧盯紧吼，还要维持怎啊做。啊，几啊年啊，嘛是拢一直无成果。包括咱里长辅助你的董明成里长，伊真正是足认真的一个好里长。后来我就是会勘，吼、哦，你看，吼、哦、是，其实两年前就会勘啊啦，吼，而且112年吼，那、哦、彭成凯彭处长，吼、哦，伊嘛我来罗文请来会勘，吼、哦，这个会勘的过程，迄当时嘛也无讲很侪，伊讲交通局有问题，交通局有意见，尾啊第二次我都再安排8月份的会勘。哦，这个会勘啊，吼、哦，白杰英处长，哦，白杰英处长，迄当时就是会当交通局啊，包括公所，由咱里长，哦，做当地居民啊，吼、哦，会同甲这里长会同，啊嘛确定会勘记录，哦，来寄来给我，我就讲好，这条确确实实评估起来就是无人在骑，必须要来做，这整个会勘记录啊，拢寄伫咱遮，是顶年。112年都寄会勘记录无烂啦吼，讲真确实要做，啊你嘛真欢喜，讲但是这个经费爱在中央经手，爱在中央经手，啊拄好拄啊顶年吼，啊这个8月2号李六昌吼部长嘛来咱台中，啊庄敬诚亲自就呾部长各个像这种。